在这个秋天的时候，我们来到大内雪花季，也就是我们田根子草节。那其实田根子草，大家以为以前都会叫做是芦苇，事实上它真的名字叫田根子草，而且它有经济价值的，可以做洗手乳。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老师也开始在做。那但是基本上大家看到田根子草，现在感觉就是一片像雪花一样。你只要坐高铁也好，坐台铁也好，你经过桥的旁边就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田根子草，然后一片雪花雪景的样子，让很多没有出国，还没有出国，或是说没有去过看过雪的好多好朋友，事实上感觉很疗愈哦。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，也希望说，就像有时候有些国家有枫叶，就看到秋天来就枫红，我们看到的是雪花，所以呢，很希望大家来台南，来大内看看田根子草，看看雪花季，看看漂亮的美景，吃吃美食都很欢迎哦，非常适合的哦。